接下来请收看晚课。Ah.
三宝是从恩下济三毒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即是一报身，同生六利国，心经大慈福音，今闻真谛，学习之子后，会翻说菩提，度众脱苦海，弘法利群民。今十二要刹大将风心功毕罗大将风心法者罗大将风心密集罗大将风心论尼罗大将风心密德罗大将风心所尼罗大将风心印德罗大将风心波依罗大将风心波呼罗大将风心真大罗大将风心诸色罗大将风心毗揭罗大将南无药师为上佛菩萨南无药师为上佛菩萨南无药师为上佛菩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见如来真实义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记录是我闻已是佛切分有化诸故此光严深诸愿意树下与大臂诸众八千人俱菩萨摩诃萨三万六千及国王大乘婆罗门居士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量大众恭敬为老而为说法而是满殊师利法王持成佛为尊众众而其便待一切有悉作地将破切般去共和尚般言是真为愿愿说如是相对诸佛名号其本大愿出生功令诸闻者也上小说为一理的想法转世出有情故而是是转战满殊师利同持言善财善财满殊师利如意大悲前请我所诸佛名号本愿功德为八业常说禅有情第一安的想法转世出有情故如心地地即善事为当为如说满殊师利愿为我等有闻佛告满殊师利东方即是过世境界刹等佛土有世间毕竟琉璃佛号有世琉璃光如来应声等全明心愿满三世世间皆无上十条以上佛殿等身
波波揭法满所舍利毗湿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心菩萨道是法师的大愿命诸有尽所求皆得第一大愿愿我来世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四智身光明智然照耀无量无所无边世界一三世的大丈夫相报是随心庄严其神灵一切有情如我无一地的大愿愿我来世的菩提四圣如琉璃内万明澈净无暇为光明广大功德巍巍深山安住阎王庄严过一日也有命众生心蒙恩孝随意所记作作事业第三大愿愿我来世的菩提是以无量无边智慧方便令诸有尽皆得无尽所受用无魔力众生有所发受第四大愿愿我来世的菩提是若诸有尽心邪得者悉利安住菩提道中若心生闻度皆生者皆以大乘而安立之地无大愿愿我来世的菩提是若有无量无边有尽于我法中究竟凡人一切皆定得不切皆于三际皆舍有慧观闻我名已转得清净不堕恶趣第六道愿愿我来世的菩提是若诸有尽其身下列诸根不具娑罗万云邦罗阴阳连毗卑罗白来天瓜重重病苦闻我名已一切皆得断真下为诸根万趣无诸尽菩提其大愿愿我来世的菩提是若诸有尽重病毗皆无咎无愧无依无忧无亲无家贫穷国故我之名恶意心起恶重病心出身心安乐枷锁自己悉皆封住乃至真的无上菩提第八大愿愿我来世的菩提是若有女人为你拜恶之所比恼其身眼里愿舍女身闻我名已一切皆得转你真能具丈夫相乃至真的无上菩提第九大愿愿我来世的菩提是令诸有尽诸魔界万劫多一切外道参佛罗多增长而且超灵皆大音色至于真切切地修习诸菩萨心速真无上真的菩提第十大愿愿我来世的菩提是若诸有尽王法所罗诸佛遍大悉毗老夷我当心如己于无量灾难临都被抽见彼身心舍故罗闻我名以我福德为神灵故皆得解脱一切有故第十一大愿愿我来世的菩提是若诸有尽及各所当为救世故造作恶业的闻我名转念说此我当前以三藐以时报诸其身后以法为毕竟安乐而建立之第十二大愿愿我来世的菩提是若诸有尽彼无一佛闻般安乐昼夜毗那罗闻我名转念受持如其所好记得种种三藐一佛以得一切宝庄严及化满度相故曰从即随其所万劫里满足满所舍利是为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应真等觉心菩萨道是宝舍子而微妙上愿扶持满所舍利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心菩萨道是诸法大愿及彼佛土功德庄严我罗一切罗一切于所不能及难彼佛土一向清净无有敌人亦无恶气其故以身琉璃为地净身皆道身皆功德现状龙王切其宝尘亦若
悉般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等无差别于其国庄严而不善摩诃萨因明月光遍照明月光遍照是彼无量无寿菩萨种子上说是不佛出其等是彼世尊有十六地光如来正法宝藏是佛门殊师利诸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等应当愿生彼说世界二十世尊佛告门殊师利同时也门殊师利有诸众生不是善恶为坏贪淫不是不是即是空空于此无知皆以心身多取财宝金甲手佛见即者来悉心不取色不化一而心是是如可生如生生当悉复有无量千等有几几几之财几几之身上不所有何观的一佛母悉是奴婢处世即乃其者彼处有见众子命众生而归见我旁生起有悉人间成的忏文药师琉璃光如来明故勤斋而起斋的因缘彼如来明其一念时常彼出没凡圣人中的说明念为而尽故不要与人好行为是禅等是这一切所有习无当心见是刹那一陀摩所出血若三分是来求者观于在恶佛持满所是你若出有清水于如来所出血者恶婆是若有水婆婆是若恶婆鬼者有一世恶鬼者虽得不坏难会真见有罪不会真见而其多闻于佛所说其今生亦不能解了有虽多闻而真上满有真上满佛必心故知是非大贤道真道为末半当如是一本此心邪见佛力无量即是有情多他贤可是出有情因一定于旁生会即流传无角落的文字要是有力光如来冰空变身恩心修作善法不多而取舍又不能舍出恶心修行善法多而取舍一毕如来本愿为临其前且常闻名号从平民中闻声人取得尊见清净善调一乐遍等舍迦其余非迦如来法众受持学说无有会凡尘皆多闻皆声声一地成三般不谤正法不闻莫观见持修行诸菩萨尽数得圆满福持满殊胜若出有清净但嫉妒只忏悔当当多善恶其中无量劫虽说去去苦说去苦以从彼一者来生人间中有满多余人被贬的几个彼那有常佛创虽不恶心我的为人生俱下见诸人都可以说他尽一本不是真我昔人众生闻是真有十六地光如来明道有是善因尽佛一念是心归依佛身体正不解得出根从彼此为多闻恩求生法常与善有永断莫见佛无边界切烦恼恶见多一见生恼彼时有受苦恼苦是满殊师利佛出有情恶习惯一本相同者多闻是他一生一意造作成功种种恶业辗转忏悔不劳一世无相不爱光照善利殊要超我常过的出言能力做其心相依者做错而做出此言被骨头做其实归灵断冰冰机会其生之处有其我的文字要是留意观如来明好比诸恶是心破人而一切辗转解其实心病一安可无损毛以及现而心各个外言所说生于其所不相信并无为老因佛之满所是地若有是从彼者彼者令无所说家无佛事家即因心心善善难自
三因根六根受持八分斋戒或净饮莲或佛三愿受持学说一切善根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说定闻正法而为因得若闻是尊有十六地观无量明道顶顶众时有八大菩萨悉地愿闻说是地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无尽音菩萨宝堪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弥勒菩萨十八大菩萨成功而来世尽陀罗尽音毕皆当当杂舍中八化中智当化身无有因是生于天杂随生天上而本善歌因为穷尽薄佛本尊主欲而去天上的人前或为轮化通则是所谓得知在安地无量百千有情于是三道我舍刹帝列婆罗门即是大迦多拉财宝藏故形象端正见所具足聪明智慧勇见为梦罗达定是罗斯云本德文是真要是有理本如来名号之心所思以后不过跟说你舍我是满舒适要是有力观如来的菩提是有本愿力观中用取于众比佛说念来者般的等比我本愿每国都说说我佛本名我是恩师于你是等病苦教主所求愿满是彼是真如三摩地你也从便一切众生不能嫉妒定义于罗辑中主大光明光中也受大陀罗尼南无婆伽摩帝比萨瑟俱卢毗优尼婆拉多诃那瑟耶当他揭陀耶阿赖耶帝三藐僧陀多耶耽迟他耳毗萨瑟毗萨瑟毗萨瑟三摩揭谛娑诃阿世王中所持咒一大帝身中放大光毗一切众生贫苦皆作作耳毗诃满殊室利罗揭难迟毗勒有贫苦者应当因心为毗平等常精进造作我日佛要我五种罪中一百八遍于毗佛时所有贫苦心间消灭若有所求之心念诵皆得如是无毗眼点毗种子后生彼世间的不对等乃至菩提故满殊室利罗有等智毗勒于毗要是有力观如来之心云中恭敬供养者常持持咒无念非万佛身本如是理若有精心满殊毗勒得闻要是有力观如来应真等觉所有名号闻已诵持成觉是末早说清净一炷香花烧香不香着中极乐供养心香云是经典我知书若教人所以心所持听闻心意以彼法师应修供养一切所有知识之具细节是云无莲法沙如是遍梦诸佛菩提所久远慢慢是菩提而是满殊室利同时拜佛也是成我当时一向法传是以种种方便令诸经行善等至善地等等的世尊有十六地观如来名号乃至随众因依佛名学无尽而世尊若于是经受持读诵无畏大言说乃是若知书若教人是闻经正中一种正法相不相莫相少相花满意若满盖尽也何为供养亦无色在座当甚至受伤尽诸无色高处而勇敢出而是是大天王因其解说经于无量百千天中经以其说供养者无自尊若知君保留心之处有人受持以彼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文明若当知是主无佛而是以佛不为主而归身多其精气则以龙生患得如果身心安乐否高难说是你如是如是如果说说满说是你若有精气善能知善地能得以供养彼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者以前朝礼彼佛心向佛清净众恩难出自三种种化烧
种种相应种种正反庄严起初起日清月说法分正解释清净是所欲相解说清净一一生无功所行无度爱心一一切有尽其利益安得慈悲喜舍平等之心不言各称有高佛讲佛因缘彼如来本愿功德不说此经是为轻一言说百事虽说要求一切皆随求常说得常说求佛得得不得求观为得观为求能力得能力佛佛有能无得能梦见诸恶相我拜鸟来尽我一处处百鬼出现之人容易从表自己恭敬供养彼时尊要自留一般如来者何相从不见相见心莫不为为法火有随火道途显现何相是者无难兄弟不舍何现无功有言文盲等不落等是心一念并佛恭敬供养一切不为解脱解脱若他不敬道道罪本断一念恭敬彼如来舍一切解脱佛之满足之力若有尽心善能是善力论得能是尽心不失于定为当一心归佛法身受持戒戒若无戒持戒菩萨十百戒彼诸二百五十戒彼诸第五百戒一所受众无有为万不多群佛能转念彼佛彼八恭敬供养者彼令不说三个俱胜无有应能定当三世受于俱苦若能自心成便利赞恭敬供养彼如来者从故皆从所生之自身本体作心生观者见者欢喜离根从病安眠上病无有非人多其尽情何事是尊高浪淡言如我怎样彼是尊要自留离观如来所有功德之事诸佛生生心中难得解了如为心佛阿难白言他的此生我以如来所说清净不生以佛说以尊何以前如来生以一夜无不清净是尊是月月人格定得妙高山观各是行动诸佛所言无有一言是尊有诸众生心根不净万所诸佛生身心处所事是为言要是有灵光如来以风明诺宾我能说功德胜利要是不行凡生非邦品以上也是大力的共诸恶气留在无穷佛高傲慢世诸有情罗文世尊要是有灵光如来名号持心受持不胜以我多恶气中无用世出傲慢世所行安格境界如今能受当知见是如来为灵阿难应解声闻度解即为等地诸菩萨等解悉不能如是境界为这一生说悉菩萨阿难人生难得于成空从清净尊重以安格得闻是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彼靠佛来于是阿难彼要是琉璃光如来无量菩萨心无量成就方便无量广大愿我罗一切罗一切因何光说这些何处尽彼佛心愿三求方便无有尽也何处等等有一菩萨摩诃萨名也就如今成作尽平等有且有心所定何等众生而拜佛言大德是真相法真实有诸众生为众生闻之所闻何常便列说不能因此何处敢相见诸方恩师相见见佛佛见诸本有自知听经为老人平时生活在本处见言博士心机真实之意言博法王之间安住有情有趣生生随机说则我罪若不解其出世情之所以言博法王而是必王对文经人其善所说随其随佛而出断之是必定的其出之尊若何为必归以是尊要是留一观如来经诸中正传读此经难其生死等玄无色性名身犯我有时作病时得万路斩光中病掉之前多亲戚人我二十一日我三十五日我四十九日病时万事如众梦觉皆知因此三不三言说得佛法有此真经因果报国难知名单也
愿持佛精进三等至三地论等皆因受持有持有力光如来比丘舍利所能恭敬供养而是阿难文鸠摩菩萨也三等至因缘而恭敬供养彼此真有持有力光如来心地凡等佛云何超鸠摩菩萨也大等若有平等云陀比佛当为群恒其日积业所持八分斋戒已一饮食七饮食均随力所办供养彼出生昼夜六时一拜供养彼此真有持有力光如来不生自己身世九遍二十四九根照彼如来心相接其一一相见各自其等一一等量大如舍恩乃至四十九月光并不缺少无色财反张这十九色色灯光照类众生至四十九颗灯过度为恶之能不为所恩而归所是不是阿难罗刹帝利光定光灯在门即是所谓人中其一难踏过清边难持戒般一难心中边观难日月过是难非是风云难过是佛云难边上帝王德如是因于一切有情其自变形色出其变一切所说供养之法供养彼此尊有是有力光如来有此三根金彼如来本愿力佛灵体佛前进的安于风雨顺时不将承受一切有情无平凡的与其国中无有法文要刹等身恼有情则一切而相接其因末刹帝利光定王等说明舍利无比自在皆得生于阿难罗帝后眉诸诸金刚等等。观周公参与快观地所为病所苦情云而难以找着病无色身观难得寻地方诸生病上者舍我受众病相病得处于众难解脱而是阿难闻鸠摩菩萨也三等至因而一切之病而不增一救度菩萨愿大德如今不闻如来所有求恒誓愿是故前朝心灭凡等救诸佛得以修佛果君亲所并不尽不忘阿难闻言求恒云何救度菩萨愿若诸有情得病随心难无因有疾看病这是佛因于所欲非要是不因时而变恒是有情时间寂寞外道要灭之时王说我不变身功德心不知身不闻名我杀种种众生尽说生病我主王良亲夫妇有一起眼眼从不能得于此地我一切大皆随你恩师不一律与无有出其实名所恩而者恩非王八之所作路上者天天习习但一时就放映不多恩为非人多积极即使是恩为我身无身恨为谁亦有这恨为种种恩所说但其这恨多善要把这恨为毒药言道作出其实为等之所种怕就这机会所分不得因此而变恩师是为如来约束恩师就知就中其一富有无量诸恨难得具足不知阿含毗耶摩诃诸林时见彼即是今若诸有情不消无尼婆罗三藐外具正法会与行进耶摩法王虽遵循众法而法之时故我今见诸有情难等着闻法身修复灵动不超众门恩师种种有时而要找大将军在会中所谓公平若大将八车若大将明君若大将恶名若大将魔女若大将所命若大将因陀若大将波耶若大将摩诃若大将真大若大将诸佛若大将毗揭若大将世世阿耨多罗大将一一更有情切要转一位见说而知己身败落也是尊我等今得蒙佛威灵德闻是尊要是有力光如来明空不复根有而去是故我等将身解通一寻乃至其心归佛法生死道德佛一切有情为作因一道因而得尊云何等尊尊过一空闲云中若有六不知情我佛所持要是有力光如来明空恭敬供养着我等见世人今世皆多一切苦恨，诸有缘觉心地满足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此见阎罗三藐三菩提。我名智大罗耶夷南无揭谛阿世世尊三足妖三那将阎三在三在大雅在将不等遍法师尊妖世妖力观不满恩德遮当阎罗世利依难得一切有尽阿世那难白佛言世尊当得名智法门我得云可逢此后大难是法门别说妖世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坐落于台南市归仁区，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映入眼帘尽是绿油油的田地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风景秀丽，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更显其生机勃勃。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以及171头猪。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从门口望去，右边是猪只们的活动空间，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天地。两者虽属不同物种，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稍稍接近围栏，狗儿便奋力摇尾，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热情的招呼从未间断，展现出活泼的天性。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谋面，显得有些退却，羞涩地蜷缩在角落，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使人发起怜悯之心。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多数收养的狗儿渐渐恢复丰硕亮丽的体毛以及健康的躯体，并恢复与人亲近。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舔手回应。而在另一边，猪圈通风的设计为猪只们挡住酷热的阳光，驱走不少暑气。猪只发出的声响也不分轩轾，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享受着午后的微风；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栏外，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并举起短短的鼻子，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令人深深感受到，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及灵性智慧节。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中华护生协会广邀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话拨账号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
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拔济苦难陀罗尼经，又名胜福往生净土经，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如是我闻。一时伯杰凡在士罗伐住士多林及孤独园，与无央树声闻菩萨摩诃萨聚，及诸天人阿修罗等无量大众前后围绕。尔时众中有一菩萨名不可说功德庄严，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今此世界无量有情，烦恼因缘造诸恶业，当堕地狱、恶鬼、旁生或天人中受诸巨苦，唯愿哀悯，方便拔济。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如能哀悯一切有情，作如是请。谛听，谛听！我今为汝略说拔济众苦方便。善男子，有世尊，名灭恶趣王如来，应正等觉，为欲利乐诸有情故，说陀罗尼，令众诵念。陀罗尼曰：舍达尼，舍达尼，沙瓦巴波必舍达尼，须得必须得，沙瓦伽玛必须得，梭罗诃。舍达尼，舍达尼，沙瓦巴波必舍达尼，须得必须得，沙瓦伽玛必须得，梭罗诃。舍达尼，舍达尼，沙瓦巴波必舍达尼，须得必须得，沙瓦伽玛必须得，梭罗诃。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至诚礼敬灭恶趣王如来，应正等觉，受持此咒，万四千劫常忆宿命，所在深处得丈夫身，具足诸根，深信因果，善诸技术，妙解诸论，好行慧施，厌舍诸欲，不造恶业，离诸为怖，具正命慧，众所爱众，常尽善友，恒闻正法，求菩提心，诚无暂舍，以诸功德而自庄严，具善律仪，不诸恶业，恒无匮乏，调柔乐净，于天人中长寿快乐，速证无上正等菩提，终不退于十道彼岸，常愿利乐一切有情，诸所修行非专自利，在所深处常得见佛，护持正法，欲贤圣众。时伯杰凡说此经已，声闻菩萨及诸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拔济苦难陀罗尼经，这个拔济苦难就是要超拔，要救度那个痛苦困难的众生，
地下轨道出生到破病人的这个经典。那这部经也叫做殊胜福报往生净土的经典。你若念这部经，那个受苦无福报的众生，就殊胜的福报往生极乐世界，妙喜净土。这个经典有要紧吗？足要紧的，所以各位爱点来念。其实这个灭恶去亡如来嘛，是不懂佛的显现。一个叫极净相就较好看，一个叫愤怒相，要来调伏幽静，太重要了。因为这个世间杀业足重，那么传染病、地震灾难特别多，然后呢？痛苦的众生特别多，来消毒这个世间的恶业。伊就讲这个咒语啊，修达尼，修达尼，萨瓦巴婆，必修达尼，须得，必须得，萨瓦伽玛，必须得，梭哈，修达尼，修达尼，萨瓦巴婆，必修达尼，须得，必须得，萨瓦伽玛。必须得说哈，修达尼，修达尼，萨瓦巴婆，必修达尼，须得，必须得，萨瓦伽玛，必须得说哈。